说起足坛的富二代，一般的球迷都知道有钢铁大王皮尔洛、巴萨主席皮克。皮克，我还是个网瘾少年。资深一点的球迷可能还知道，欧洲最大能源公司莱茵公司的继承人比埃尔霍夫，利物浦边后卫弗拉纳甘是利物浦及墨西塞德郡最大上市公司的少东家之类。